好吃哦。对啊，好吃。这个姐姐你的是没有菜的菜，我还第一次看到你呢。真的哦，没有，我比较忙一点，比较忙一点。很吃，好薄，我想薄了。对啊，这个越薄越好吃。我厚厚的，我吃不下。就不好吃哈。哦，姐姐你吃那么大口，一次吃哦。来，你要不要卫生纸擦一下你的下巴？我那要不要卫生纸擦一下你的下巴？还是不用？不用了，应该是不用了。谢谢。比我厚那种，就跟夜市吃。这个给你。跟夜市吃，你说谢谢。跟夜市吃应该差不多。你知道吗？嗯。那个夜市就厚了。一般的那种。姐弟在喝真奶啊，你不吃肠粉吗？肠粉有营养哦，弟弟。我想吃肠粉。我想要个小碗跟他吃，一个。两个汤匙啊。好好好。我的秘密，我的这个要吃什么？对啊，来，你先给我吃肠粉，因为你没有碗又没有筷，要等一下。没有啊，你就是姐姐一口，弟弟一口啊。那姐姐愿意吗？姐姐愿意吗？愿意吗？不要就不知道啊，